空降成功，哔哩哔哩。空降成功，哔哩哔哩。前访高能 ，B 站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承包本期弹幕的。空降成功，哔哩哔哩。前访高能 ，B 站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承包本期弹幕的。我是王子淇，我是。A C 选一个 不会就选 C。 那我觉得 A 是捞军，那个我好像捞军我也感觉看到 A 是话很多的小姐姐们 C 吧 C 捞军，你们答对了。如果要发表对御赐小仵作的杂谈视频，应该投稿在 B 站的哪个分区？ A 影视区， B 国创区， C 音乐区。好的，接下来就请小仵作给我们揭晓答案。影视区啊，你总不能做鬼畜吧？希望有鬼畜类型的产出吗？很好玩啊，做做看吧。那你们觉得距离哪段最有可能被大家做成鬼畜视频？他吐血，汪汪，是吧？很魔性。你们自己有 B 站账号吗？平时在 B 站喜欢看什么分区的视频？我刚刚录好入驻的 ID 啊。子淇刚才有提到说自己刚刚录好入站 ID 嘛？那对于之后 B 站账号的更新类型，有没有一些发布计划呢？在 B 站我觉得我发一些日常好像没有什么人看吧。我觉得 B 站的可能更喜欢看那些鬼畜二次元搞笑的那些。那你也可以发一些自己的鬼畜二次元搞笑的呀。啊，自己发自己的鬼畜那会很尴尬。这个岂不是很简单啊？这个应该是这样吧。哦哦，它不能掉。错了吗？顺序有错。顺序有错，不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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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刚才就是这样放的。对啊，你看，这个掉没事吧？那它你都没放进去过。对对对，上面上面。吓死我了。还有最后一次机会，那它这里面还会有东西吗？没有，哎，没有放错，放对了，没有放错。你们可能放进去的时候没有很平稳的放，所以三次机会都用过了。这个岂不是很简单啊？这个。他模仿我，我模仿他，是吧？嗯，好吧，再模仿。你先。没有人在意我，我在一个人的角落。雨天的天气又来下个雨，已经约好在操场等你。夏天真的是闷得可以，带你吃吃草莓冰淇淋。取了很多名字，可以从中选一下你们心中改名大赛的冠军吗？御赐大马首，御赐大仵作，哦，巨人仵作。你们心目中剧组的笑场担当是谁？怪谁？那你们一般会怎么笑场呢？嘴角微微的笑意。场发生的缘由呢，就是哪场戏比较印象深刻，笑了很多次的那种。我们笑场多不是说我们没有信念感，找补一下，可能不是因为一件事，就因为他嘴角微微颤动了一下，我就不行了。你可以去想象一下那个画面。假设在古代，你们觉得自己会是什么职业？卖勺子的人。卖勺子的人。楚楚在剧中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仵作，小童和大家分享一个有关仵作的小知识点吧。哦，有一个，就是诗诗是比较容易保存完整的，就像那个威大叔，他当时为什么要滚进泥潭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哇，你看他特别有共鸣，特别有共同感。死路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我向你敬礼啊。这不是 respect。原谅他在横店已经半年了。之前有看《大宋少年志》的粉丝们，在看了御赐小仵作后，纷纷声明要换女婿。
萧景瑜也被称作男主人设天花板。你们两个人最欣赏萧景瑜身上的哪些特质？温柔、体贴、公正、严明。感觉你夸得不够，能再夸一下吗？用你的彩虹屁。用我彩虹屁。帅。听听数数夸吧。我觉得他这个人物有一个点特别吸引我，就是公检法的特质，正义的光闪耀着我。正道的光照在了大地上。剧里王爷说他很不擅长说孟浪的话，如果现在让你替王爷对楚楚说一句甜言蜜语，你会说什么？这不是为难他吗？想象一下，你是王子奇，代替萧景瑜对楚楚说一句孟浪的话。对不起，那天昨晚上唐突了。要不咱俩结婚吧？你看行吗？你的眼睛像星星，亮晶晶，一眼就坠入陷阱。别担心，好幸运，也许是命中注定。对你不要不咱俩结婚吧？唯独你让我变心。你看行吗？哇，楚楚会怎么回应呢？药该凉了，快喝药吧。对，第十二集王爷被楚楚气吐血的那场戏，让很多观众直呼被喷了一脸血。还记得演那场戏时候的心情吗？那血浆味道不咋地，而且我吐镜头那一镜吐了好几遍，就他那个吐法是不一样的，有时候喷出去他一坨，喷出去他一点一点洒开来，洒在镜头上了。那个就是剧本上面确实是有提示要让你吐血，但是是导演要求你要对着镜头吐的，害得观众朋友们一周没洗干净脸。萧雪，我求求你，你就是这么相信我的。你们觉得剧中楚楚和王爷最心动的片段是什么呢？他送大马勺，我们俩拉钩那场。我跟你拉钩，拉钩上吊，一百年不许变。其实让我印象挺深的，就是我们俩当时在厨房真正的彼此明确了的。你可愿见我为妻，承受我余生所有的喜欢？我愿。没成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啊。如果有和你们年纪相仿的粉丝当面这么叫你们，会怎样回应？大的话还能接受，小的话再叫。Cool。 还说自己不是语出惊人吗？小金鱼，兔子。那觉得对方本人又像哪种小动物呢？为什么要像小动物啊？现场互相给对方起一个昵称吧。童姐。爸爸。你还不语出惊人？还说自己不是语出惊人吗？啊？为什么想要叫爸爸？那总不能儿子吧？对方的口头禅是什么？模仿对方的语气说一句话吧。啊？不对，应该是啊。子琪也模仿一下吧。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我为什么？知道我跟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我知道我跟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粉丝们都叫你小金鱼嘛，我们就现场送给你一个小金鱼的礼物。谢谢。嘴巴里面有字，你可以拆开看一下。嘴巴里面有字，干啥都对。就是王爷干啥都对。哦。一次小五座有多好看，真的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。好，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，拜拜，记得一键三连，对头。我也想演，我不想演。那就拒绝，没有办法，他那年不服。好，我们私下演给他。